台语字真趣味，相信啊，原来乐听台语安尼写乐听，华语的欢喜愉快，台语讲乐听。因为工作关系，伊常常爱应付拗客，爱阁承受顶需无合理的要求，但是伊也是真乐听，找办法解决各种的难题，实在予人真欣赏。伊虽然册读无悬，嘛赚无啥钱，但是个性乐天，大家拢欢头喜面，大家拢真爱甲伊做朋友。乐天的天，高兴雀跃，台语讲天。伊抽到大奖是天甲唔好讲，乐天的乐，乐德，华语的闲逛逍遥，台语就是乐德。天阿妈，好赶紧回去呀，唔通够四界去乐德了。恁家开餐厅，即卖食饭时间长无闲，恁若要有通走出去乐道咧。乐甘乐陀螺，我做囡仔时阵最爱拍甘乐个。甘乐嘛用来形容非常忙碌，伊逐工拢无闲，甲像甘乐安尼一直等。今仔日的台语字乐听乐道，实在真趣味。